有一对两姐妹，就是我们常客，但就算她没有生病的话，每天都会来吃我们的 lunch tim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圈运，这个是我的同伴，叫蔡真德。我们是卖咖喱饭剪刀卷，然后我们这店是在义顺732 Avenue 5。我们是来自砂劳越古晋舍连，对，是一个小镇，在砂劳越一个小镇。我们最主要是卖咖喱饭，因为在这个新加坡的饮食业，从我们19岁出来到新加坡，然后我们在不同的档口接触到不同的饮食，然后在我们还没有创业之前，我们最后一份工我们是比较经常接触到咖喱饭。咖喱饭特点非常的多，好像说它是融合了各种不同的口味，好像他们的香料是从那种印尼、印度还有南洋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把那些咖喱真正的味道煮出来。我们其实从小就认识了，从小学的时候，我们最先认识的时候是从在学校比赛赛跑的时候接触到对方，因为我们不同班，然后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同班，到之后我们毕业了，我们在新加坡就是到发展到现在哦，就是同乡同学一起长大那种过程。因为猫我觉得就好像说第一眼就是有那种感觉，而且猫有9条命，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算好像一个 good luck 这样，可以继续发展下去，可以克服更多困难。但是上我们在剪刀卷我们这个档口，我跟我的同伴，我们就是像自然心里有感应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负责岗位，我是负责前面订菜，而且煮的烹饪方面是我的 partner 在煮。我一来就做酒楼，做了2年多，下来有做过工厂，做几个月，还有做过吃的，很多样都有，菜饭、鱼汤、鸡饭，什么都有做过。因为 lock out 了，很多地方都没有生意，都关门了，所以那时候也没有工作做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们就想到自己出来做，就是这样。因为那时候我接触到这个咖喱饭，我是觉得不错啦，我觉得那个生意也蛮好的，有前途啦这一方面，所以我就想做这个。我们基本上有卖几样套餐，就是好像chicken color 的套餐，然后 pork color， 还有 pork belly， 然后比较丰富的那种就是 pork belly 配合那种 chicken color， 还是配猪扒，还有咖喱鸡。我们这边咖喱饭跟人家可能有些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比较注重重口味，而且我们还有研究过我们的那些配菜，不是所谓那种传统的配菜，就好像那种茄子啊还是长豆，我们把它的味道煮出来比较容易配合我们所要的咖喱的那种吃法。基本上我们所做的这个剪刀卷咖喱饭，我们是根据那种比较传统的方法去做我们的那个咖喱汁，只是我们那些肉，我们的猪扒不像那种真正的海南咖喱饭的猪扒，他们是敲到很薄，而我们的猪扒是比较厚，我希望那个猪扒的颜值还保持在那个猪肉里面，所以有些东西是不一样，可是基本上咖喱大致上都是会一样。然后以我们发展到今天，然后我们比较有推动力的就是我们有自己一般的老顾客，属于比较年长的长辈，他们很支持我们，他很坚持跟我们讲我们要继续的用最好的方式煮下去，保持我们的水准。他说什么问题都会慢慢的解决。有一对两姐妹，就是我们常客，但就算她没有生病的话，每天都会来吃我们的 lunch time， 然后她会给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，不单单是在烹饪的东西，跟我们讲怎么做人，怎么去面对困难，
就是要我们勇敢的下去，因为他们毕竟他不多有70多岁了，他给我们很多人生的宝贵的经验，怎样继续走下去这条饮食业，因为饮食业本来就是一条比较艰苦的路，时间长，缺少人工，需要面对很多不同的小小大大的问题。因为我之前是坐在酒店，还有那种 fine dining， 然后我们在酒店，因为酒店本身是比较容许，所以人方面我们大致上都是比较充足，然后我们的东西，我们要的那些用具，我们要那些食材，那方面都没有问题，所以跟我们自己亲自出来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。因为酒店他们有一般清洁工人为我们洗东西，可是当我们自己在做这行的时候，我们要亲自下手，从倒垃圾、切菜、煮食物、烹饪什么都要亲自亲为，所以这方面我们要自己要看得开，而且没有人的时候我们本身就要坚持下来。拜拜，谢谢，有空再来找我们去32咖喱饭，谢谢。拜拜。